Hello， 聖靈衝擊 Spirit Smash 嘅時間啦，咁啊繼續打我哋嘅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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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前排抽中咗，我到而家都係借個 friend 嘅孫悟空啫。咁啊，我希望我哋可以之後抽中嘅孫悟空啦。OK， 咁啊繼續打主線嗱。之前提及過玩過嘅時候咧，好。有很多朋友都話：，個玩法咁似某一啲 game 嘅，咁啊唔好理佢啦。總之繼續玩，好不容易咧，我先至能夠開始過到個 tutorial 嘅。大家如果繼續玩嘅話咧，而家有玩嘅話，寶寶你咧喺邊度啦？史坦你喺邊度？可以用自動戰鬥，咁爽，唔係嘛？等我嚟幫你。自動戰鬥睇嚟係準過我自己玩喎。咁你用自動戰鬥咯，好唔好啊？咁成件事好似好啲咁樣喎，你睇下幾準，好似好勁喎。咁而家我嘅團隊有諸葛亮啦，哇，快到咧，得啦，我明白啦。咁所以而家我要儲錢，就要去抽英雄啦，應該。我睇睇，可以加好友喎。不如我過咗個主線，睇下有冇送個十抽嚟睇睇先啦，大佬。嗱，而家我有隻諸葛亮啦，有個主角啦，同埋，可以切換順序啊。睇睇先，嗱，应该系啦，应该系呢个盾摆前面，跟住有隻盾，系啦，跟住就出诸葛亮，冇错。我觉得呢个排位系最好嘅，因为我系计算过嘅，咁冇理由出只诸葛亮出去顶嘢噶嘛，你梗系俾只坦克喺前面，跟住系啦，两只嘢喺度顶，跟住诸葛亮后面虽然咧佢戆居居咁样咧系打唔中嘅，喂，呢个系。因為佢可以全程自動，所以就咁。我不如我揀翻手動先。啊！太易玩了，我試下手動下先。因為暫時我都要操作下啊嘛，大佬。如果下下自動咧，啲嘢即係你鬧我自動搞噶啦，你明噶啦呢啲嘢係咪先？啊，自動又話自動搞，手動又話手動撚咁樣啦。OK， 嗱，睇睇先啦。條件先，應該唔難嘅。個重點就係，譬如我要落咗個盾先，係啦。嗱，揾個盾頂住，跟住就諸葛亮喺後邊咧，就喺度放嘢。個小嘅士兵正靚位。嗱，跟住係啦，個盾將佢打翻後邊，打翻落個火位嗰度，跟住到呢個搭落去 ，good， 跟住破甲有大絕出，哇！旋風腿。死啦！哎呀，死啦！嗱，呢个就系我最唔想见到嘅情况啦。诸葛亮咧喺前面做盾嘅时候咧，佢人就喺后边。我要，哎呀，我有啲难度喎。原来呢个组合唔系太好用，我觉得要谂谂计啊。因为我呢啲组合咧系会击飞咗对面啲英雄，所以搞到会褪咗后或者褪咗前，令到诸葛亮打唔到佢。但是因為諸葛亮咧係諸葛亮係即係 in game 送嘅，咁你就冇得投訴人哋啦，係咪？我可以咯，可以入五隻英雄咯，好嘢！我可唔可以抽嘢先？打 boss 啊，打 boss 不如 upgrade 下啲嘢再講啦。睇下先，英雄我 upgrade 下先。話曬第一，話曬我都係人生第一隻 boss， 係咪應該尊重下咧 ？OK，upgrade 下啲嘢先。一件分裂，叮叮，有老子有的是钱，不怕。一件分裂 ，good。虽然呢啲咧，我因为上集介绍完之后咧，有好多巴打都话，其实呢啲废装咧根本上就唔使理佢嘅。不过，坦白讲，而家我唔理佢，我咪仲废。系咪先？点都要升下噶啦，大佬唔升嘅话好难搞喎。即系嗱，我就玩开呢啲咁嘅推板图 game 咧，从来都有觉悟嘅。千祈唔好略识开头嗰少少资源去升下装备，因为去到后边迟早都系换噶啦啲嘢。你都明知系换啦，倒不如咦，成日都系呢个嘢，点解我永远都系揿位错啊？喂，真系认真。我真的很不喜歡用 iPhone 咯。OK， 有冇 Android 的贊助商可以贊助一下？幾次都撳鬼咗個圈圈出嚟。
OK， 咁我傷陷先，繼續呢、這個係啦，諸葛亮應該係齊裝啲嘅，因為我使嘅版圖咧，通常特別係佢開頭嗰啲版圖咧，係送諸葛亮啲裝備係多啲嘅。嗱，咁啊，撳撳天賦先，因為我冇當大家白痴啊，呢啲咁嘅裝備位咧，我唔多講啦。反而咧，我想睇下佢天賦，天賦即係佢技能點啦。佢技能點咧？因為每一隻英雄咧都有佢唔同嘅屬性可以去説明嘅。而反而咧，我啊好有興趣想知道咧，究竟組合有冇年紀咧？因為暫時咧，我哋就未去到咁高端，始終都係新手啊。看應該夠打啦啩？應該夠打啦啩？升咗咁多嘢啊！我唔想樣衰啫喎。好啦，試下打先。Good。话晒个 boss 啊，俾啲尊重啊嘛，系我仲要抽人，有冇得抽人先睇睇，有冇得抽人啊？有冇得抽人啊？抽人，召唤 ，good， 单抽，碎片，嗱佢十连抽就必中咩？必中三星英雄。我抽埋先免費先，睇下會唔會中啲手氣啫。有冇？呢次都係，呢次都唔係攞咩嘅喎。呢個純粹係攞啲唔同嘅資源石。白銀寶箱十連抽必中，必中咩啊？必中紫色武器。好啦，嗱咁我而家有千三，我即係有四抽啦。咁我睇下可唔可以中一個新英雄先，認真。四抽中，咁就唔使必中啦。好。邊有咁易啊？哇，中喎、啊！厄瓜多爾唔係球隊嚟嘅咩？仲有冇？冇啊！有人話一定話我戇居啊，點會咁樣噶？不過冇所謂啦，佢都係計次數嘅啫。嗱，咁啊有個英雄用啦，加埋落去先。嗱，而家呢只嗱，成件事就唔同曬啦，可以又多嗱多一隻用咧，就係代表多一份嘅保障。啊、何必要同自己嗌交咧？系咪先？最紧要系赢啊嘛，大佬啊，理得佢两星定三星啊？唔系呢个先，系啦，咁样样就最好嘅。好试一试啦。嗱，头先未睇过嗰个厄尔多嗰个技能，但系睇落咧就应该系野蛮人，应该就系前少少噶啦。喂，有食可以食金币噶噃？哇，咁样样啊？咁啊？抛高啲抛物线先，一嘢揼落去。喂，原来有啲咁嘅玩法嘅喎 ，Super Mario 都有，唔系嘛？咁但系诸葛亮就大镬啦。等我嚟帮你烧佢。Good， 系大家记住开声玩喎，因为呢只 game 咧系广东话配音。嗱，呢个位就靓啦，系啦，一个大铁锤咧劈翻我哋后边，烧佢屎忽。我到呢、這个。揼翻佢啦 ，good， 伤咗，顶住，好，旋风腿，嗱，呢个就系我唔中意嘅旋风腿嘅问题，你睇，打晒啲人去诸葛亮后边，不过都 OK， 都过到，啊，呢只咩嚟嘅？厄尔多系咩咧？哇，个技能，哇，抌个仔出嚟，好搞笑，抌个仔出嚟，咁得意，喂，好 OK 喎，好得意喎，呢只嘢。哦，召喚哦，佢系召喚師嚟嘅，咁佢可以抌個仔出嚟協助攻擊，即係自己就唔打就抌個仔出嚟打，你都算卑鄙喎！即係作為老豆 ，OK 嗱 VIP 就會多啲商優惠啦，你明嘅啦，呢啲嘢就唔多講啦 ，OK 咁啊，費事咁 hard sell 啦，唔撳英雄打，一定要我撳喎，進階，我都撳咗啦，而家先同我講進階，行啦。好，跳埋呢波啦，我哋。我覺得孫悟空幾好用，但系咧，你應該個感覺就係頭先嗰個，那個龍捲風咧，唔可以咁樣用，或者一係就要抌到佢好前咯。如果唔係，佢打曬啲人喺諸葛亮後邊咧，諸葛亮又食曬 damage， 唔係好得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前啲先。哦，係咁樣，係啦。嗱、啊，跟住冇錯，令到佢圍住佢。跟住諸葛亮就高啲拋物線，嗱咁樣彈後啲個人，係嗱咁就應該 OK 啦。嗱燒佢哋，嗱呢個時候咁用，唔使喎，可以
飛到去後面先。聖騎士之名起勢。搞掂，跟住就用，係啦 ，yes combo， 啊，咁你就安全啦 ，yes， 哇，我開始捉多個技巧啦。誒，暫時都係跳拖啫，所以比較容易。OK 啊，哇，個變化都幾有變化喎，但係諗下先。诶，二十出场咯，诶，春虫啊叫做，哇，咁大条叫春虫，诶，佢都有咩嘅，佢都有诸葛亮，睇睇先，怒气很，哦，灼热嘅大个子，即系好热，啊，希望 boss 出现，哦，呢个先系 boss，OK，OK， 明白，我梗系唔会，我梗系唔会自动啦呢位，系咪应该揼咗诸葛亮先咧？其实好有，哎呀，有少少判断失误啦，唔紧要。但系冇理由咁样行落嚟噶，诸葛亮系咪先？哇死咯，大哥，旋风腿啦，不如咁啊！但系净系打佢好似冇乜用喎。死啦！我要救一救先。我要守护一切。哇！临落地都放都得噶喎，原来得嗱，缠住系啦，揾阿盾牌佬缠住阿边个先？缠住阿诸葛亮先。嗱，跟住嗱，远啲先，抌个仔落嚟，系啦，搞诸葛亮，系啦。Yeah， 自己冇錯，自己喺嗰度頂住，派個仔出嚟搞諸葛亮，係啦。哇，佢都識放嘢嘅喎，大佬。誒，我都識放嘢，哇！這個畫面好好得意啊，一左一右諸葛亮，死啦！仲有兩個回合，孫悟空一個金剛棒射落嚟，好嚟。我啲連續技棒棒棒喎，呢個係，哦，體技體術搞掂。咦？以为魔法图眼睛愚蠢的人类咩意思啊？哦，主线剧情九级先，咩人嚟噶？死人唔需要知道嘅，将个圣灵玉玺交出嚟。睇嚟你受伤，游戏该结束。哇、哦、哇，一嘢掟埋去，咩事啊？咩力量呢个系？爷爷，修女。聖靈之玉同埋一個旅行都唔見咗，即係而家先啱啱過去跳拖喎。哦 ，Sodas 呢？而家個故事先開始，原來 OK 明白曬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玩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喜歡啲遊戲啦。我就自己就我覺得呢隻 game 嘅技巧多過 Angry Bird 嘅，因為佢始終有啲唔同技能啊、組合啊等等成啦。咁啊。但係都係建基於我玩 Angry Bird 係兩年前啦，呢個係啦，所以 Angry Bird 而家變成點咧，我就唔知道。但係感覺上，依隻好玩過 Angry Bird 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叫聖靈衝擊 Spirit Smash 啊，咁 iOS 同 Android 機都有㗎啦。咁啊希望大家登落嚟玩一下啦，冇想法之分嘅，咁啊大家可以入嚟就玩一下啦。OK， 下次見，拜拜。